S Uno 的读者朋友们，你们好，好久不见，我是小雨宋念宇。时间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其实最多的时间还是在音乐上。总之，五年累积的这张同在专辑，我觉得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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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西要分享给大家，无法用三言两语去说。五年没有发片，有很多的喜欢我音乐的朋友，他们其实都一直关心着，那其实我都默默的在看，我不见得会回应，我就是一直努力的做音乐，享受音乐。我相信有一天就是可以分享给大家，就现在。有点像旁观者的视觉吧，去看待两个主观的事情，类似这种。这样讲可能有点复杂，但重点还是回到我的专辑。我的专辑里面讲得很清楚。你把公主抱下。再一次分享给你们我的最新专辑《同在》，然后再一次谢谢你们，我是小雨，好久不见。